请回去。我是梁国兵，指挥梁国将军。是梁国探报。是。你呢？我也是。探什么？我上风马山战场，全军都全军覆没了。对。为什么走小路？大路有你们在，小路也方便，挺快的，挺快的。我不认识他。嗯？他摔晕了。摔晕了，没摔，我摔了，我摔着摔着我不认识你，什么？什么情况？两国将军不啥通报的，这见识你的，魏将在哪儿？我不知道，你敢说不知道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们将军是我抓的，不愧是陈大人，带我们去找，陈跑了，没有。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我一死了，你们怎么都不知道？你要什么？我要想，我可以给你想。你们两个人有一个没有用。什么情况啊？